现在第二回合蓝队已经就位了，再提醒你们一下分数，现在我们是两分领先啊。哎，所以这个是一题两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一题两分。所以我们只要答对，我们就他们平手了哦。就平手了。我们可以追，我们可以追哦，好不好？所以要加油。但是你们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会尽量形容的短一点。然后呢，你们跑过来要跑快一点，因为我怕外国朋友没有办法记那么久。我尽可能的看第五棒，看能不能救得回来。他们是来自哪边的朋友？ I welcome from， 意大利， France， 法国， 法国跟意大利。哎呦，不错。所以呢，你们这里你派出第一棒，我会很短哦，很短。你们要来看一下，够快。对，这一题题目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没有。这个是一个俗语吗？只能靠我们三个。这不是，因为他们都不知道。那个说法，那个。这很难形容哦。难哦，这很难，很简短的形容。这个真的很难，要不然你为什么会两分？好，所以呢，你们蓝队的第二棒可以出发了。OK， thank you。哦 ，Mr. Fritz。Hello。Hello. Do you hear me? Yes, I can. Okay. See. Okay. 长长，提来咬，卡只片。长长，提来咬，卡只片。感觉好难哦。咬，长长，提来咬。卡恰片，记住弹弹也下雨。等等，泰拉要卡恰片。Perfect. Okay.泰拉要卡塔票，等等泰拉要，我等一下要听他的。OK， 后位置。等等泰拉要塔克票，等等泰拉要塔克票。OK，Really？ 这么快？快！来，最后，好，压力好大。OK， 等等塔拉要塔克票。登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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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登
把你嫖。我刚讲那个是他讲的，那我在想会不会是登登的登登沙雕，对能雕。大地雕，大地雕，三个字，登登。那等等是重点，这东西是长的。转一下，刚刚仁甫说要转一下。等一下，被你们讲完之后，我忘记我原本讲什么了。我听到都是你们打我，我刚刚讲什么嘎滴什么的，我就在想，我被你们拉走了。这东西一定是长的，因为有等等。你想一下，三个字，长的东西，长的东西，然后是三个字的。啊，一种器具也好，或者是什么什么。哦，对，哎呦。然后跟瓢有关哦，什么东西呢？三个灯，钓鱼竿，钓鱼竿，等等嘛，嘎去钓，哦，打水漂，那打水漂还是钓鱼竿？不是，我是说那鱼漂的，哦，大鱼漂，哦，等等，嘎去钓，嘎去钓，哎呦，钓鱼漂，嘎去漂，哎呦，这个，钓，钓鱼竿，啊啊！钓鱼竿，什么东西啦？来，正确第一棒的讲法，等等，提来钓。
卡加片，差这么多，差那么多，太难了啦！那你刚刚一直凹到这个嘎地掉，我还觉得说，哎、欸，好像快中了，快转回来，快转回来啊！我中间的人都已经忘记我怎么讲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没有得分嘛，换我们了。好，轮到你们了，没有那么简单，没有那么简单，没那么简单呐、啊！来，橘队请就位。